旅馆的话，虽然看起来都很光鲜亮丽，可是有时候你去住旅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一些细节的话，你可能会被传染。因为像是浴缸，或是说浴室的地板，还有是说藏污纳垢的话，你可能会被传染一些疾病。那比较常见的话，像是毛囊炎啊、蜂窝组织炎啊，或是一些病毒的感染，你可能会有足底疣，你可能会有香港脚这类的被传染。那这种传染的话，事实上有时候是跟你一辈子的。 所以你要是在旅馆的清洁方面没有注意的话，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牺牲者。那随愿推出这个清洁认证的话，就是让大家去住得安心。